2024抖音电影奇遇夜年度影响力动画电影荣誉。熊出没，逆转时空，这一个瞬间，甚至是一草一木，我真正想要的。春节就看《熊出没》，全家一起更欢乐。2025年春节第11部《熊出没》大电影，大家在里面相见，谢谢。